早安，布达佩斯，现在早上7点。布达佩斯的第一个早餐，现切的面包，比比最喜欢的马铃薯，火腿拼盘。我们是在美国吗？有 Tesco、Subway，还有 Starbucks。搭第一趟公车，对，涨价了。公车还没来。Hello T 好玩吗？Hello T 好玩吗？好玩。往城堡山的路上，非常的遥远。飞呀，快飞呀，飞嘛！抵达马加什教堂了。B，后面是哪里？小波波大教堂。马加什大教堂，它的屋顶很漂亮，我们等一下要去看，是砖瓦的。伊丽莎白王后，窗花超漂亮的。我们刚刚买票上来这边，花了大概20分钟吧。对，因为前面人只花20秒，前面的人花20分钟，等超久的。布达佩斯天气晴，上次我也讲了一样的话。是哦。身后的是渔人堡，等一下要去看多瑙河。马加什教堂的砖瓦非常的特别，里面还有在卖砖瓦，可是瑞叔带回去的话，分不出来是哪里买的。天气好好哦，真到的。哥德式建筑。要去爬300阶了，每个国家都要爬楼梯。对。真的不错。爬上来好辛苦。你会看到这个，一切都值得了。刚刚爬了197阶。对。我觉得我昨天锻炼。今天有成效，有爬的比较，又爬的比较好，刚刚爬了197阶上来，上次他还跟我们说是300阶。番茄西瓜冷汤，超大的鸭肝。牛排好吃吗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萝卜。看起来像柿子。
我点了一杯红酒，然后我的是大虾蟹面。地下迷宫的入口长得好像某个小花园，听说德古拉曾经被关在这里，还是埋葬在这边。进来地下迷宫了，有一种湿湿的味道。好可怕的，我会拍到什么怪东西啊？德古拉，好可怕的。在匈牙利的洞穴看斯洛文尼亚的洞穴，还是我去过的哟。又在爬山了，刚刚下山，现在又要爬山。我们要去布达城堡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这个有一个国王，看到那只鹿，然后那个鹿会变一个美女，那美女不知道在哪里，在前面。Thank you for donation 哦。是哦。城堡山的后面。哎呀。流鼻水。布拉开始。忘好的行政酒廊，在超市买酒的人，等一下就会买的。比比终于遇到他最想要的香料了，香料世界。